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，大海退潮了，我们今天来到礁石区抓海鲜，上车。哇，老铁们快看，发现一只漂亮的猫眼龙。哇塞，老大，哈哈，快看它的胆肉，我去，几斤几爆头，哈哈哈，挺漂亮啊，这个胆肉收。哇，快看老铁们，发现一只迎面而来的皮皮虾。哎，你走错方向了，皮皮虾，你家在这边，这边。不想回去是吧？行，我就把你带回家了，收。哇，老铁们快看，这个派大星大了，嘿嘿嘿，老大了，我挺好吃的，我把它夹起来看看。哇塞，看它吸盘的脚了没有，这是它吸盘的小脚，它行走的时候都靠它，漂亮。如果你喜欢要给我点个双击，我就送给你了，收。快看，发现一只鲍鱼，看没有，在里面行走。哇塞，这个就漂亮了，收了啊，带回家。喜欢赶海的双击关注，正在直播。